伊即个娑婆世界，实在讲，帮助咱提升诶，即种显缘就啊，帮助咱对转诶，即业缘。太多太多咯！你啊所看到，你所听到，你所接触到，拢嘛是啊，体验啊。拢是叫你退转的。咱来知影，只有。佛菩萨帮助咱坚定信愿，咱有愿意亲近无？佛菩萨伫倒位啊？佛菩萨无处不在啊！佛菩萨。无时不在啊！你讲我无看到，那是你无智慧啊！啊，你无清净心，你若有清净心，你若有智慧，你就会看到佛菩萨咯。即句阿弥陀佛是佛啦、即句观世音菩萨是菩萨啦、你知影无知影？你念就清净，你无念就未清净。你念佛，佛伫你心内啊。你念菩萨，菩萨伫你心内啊，心内有佛菩萨，体缘就无咯。你只有进啊，无退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即、这个话你听有无？听有咯。可是我当心就未记你咯，心嘛、也是互外面的境界所转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心见无破啊，念念想着我身体啊。伫即个一生一世当中，把这身体看得太重了。那这一生生生世世啊，人死了要一中阴身，也是看得太重，所以也是伫咧退转，也是得袂到解脱。毋知影讲即个身是假啊，毋知影讲即个身体毋是我，伊甲伊看甲遐尔重，你个亏就食真大咯。什么是我？甲注意讲，阿弥陀佛是我。我心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我心嘛？念常常念，三时下念法师，
中风禅师敢毋是有安尼讲呢？伊啊讲诶一点仔都无毋对。你嘛念真多咯，有几个人肯定承认讲我是阿弥陀佛，我是观世音菩萨，有几人承认？你毋肯承认，还有甚物办法呢？你若承认讲这臭脚仔是我。诶，就是你啊，退转诶，第一个因素啊，根本的因素啊。咱来真正亲像弥陀世尊诶宏愿。世尊伫经教内面常常会甲人讲，彼个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是一体。生活一体啊，生活不离啊。即种是众生，佛是诸佛啊，弥陀是诸佛的总代表。所以，六根啊，伫六尘的门头。动摇咯，这个时阵是虾米？这个时阵叫迷咯，一个动就迷咯，啊，迷安怎呢？赶紧提起啊，提起正念，提起正觉。什么是正念？什么是正觉？就是阿弥陀佛啦、啊。会记得哦，诸佛菩萨的名号就是正觉，就是正念。古代的上讲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呀。念是什么？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名闻利养的念头啊。第五欲六尘起贪嗔痴慢的念头啊，念头起来就做轮回业。念头才起来，意在作业咯。开嘴咧，嘴咧作业咯。行动咧，心咧作业咯。这真惊人啊！袂当讲毋知影，所以不怕念起。只怕觉迟啊！这两句话是啊，非常重要的警惕啊！有福的人，特别是正宗的同学，念念啊，不离阿弥陀佛啦。成就家己啊，
念念不离观音菩萨，救护众生啊，帮助苦难众生。这时阵你是啊，观世音菩萨。放下这个工作的时阵，你呀、都是阿弥陀佛了。用阿弥陀佛成就家己，用观音菩萨帮助别人。你才会当现证不退啊！